桃园地铁的朋友在哪里？我刚刚才知道，我们还有来自台湾最远的东边台东同业温泉的朋友，他们在后面，请跟大家挥挥手。各位可能不晓得，就在台湾最美的地方红叶温泉，也受到要被征收化作特定区的命运。可以说台湾各地都已经面临了不一样的危机，很多朋友都来到现场，可能我就没有办法一一介绍。我在这里，我们先来喊个口号，来进行我们今天活动的说明。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拆政府。很多人过去的一段时间在问我们要怎么拆政府，我告诉大家，要摇下一块巨马非常简单，但是要改变这个体制非常困难。对我们决定要走困难的路，我们要告诉这个政府，我们会持续的、坚定的、毫不松懈持续这个政府奋战，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制度的扭曲，最典型的就是笼罩在大家身上的土地征收条例。即将九月要开议的会期，我们会提出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正案。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土地征收条例，有更多的朋友受到不当的开发计划、不当的国有财产的管理办法，甚至于非常多腐烂的理由的征收，这些我们都会一点一滴的进行制度的拆除。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相信国家是人民的，政府只是委托代管。国家是人民的，政府只是委托代管。当这个政府背离的民意，当这个政府违反法治，当这个政府当起豺狼，拆人家的房子，抢人家的土地，你们说这个政府还配不配当我们的政府？不配。对，这样的政府不配当我们的政府，刘正宏主政的苗栗县政府就不配当我们的政府。所以今天来自苗栗的年轻人，他们送上来了刘县令的灵堂，希望他快走不送，希望他的金权政治跟着这个灵堂可以消失在人世间。我跟各位报告，拆政府的行动，因为人民站出来已经开始了。军检署，因为人民站出来，军检署已经被拆掉了。刷来苗栗管政府，如果哪位公安呢霸道横行，一反给我人民跳掉了，是吗？另外各位可能会对一个字比较不了解，就是我们今天发起的非暴力抗争的手册，公民不服从的行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台湾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的那一刻，那只是形式民主而已。台湾的民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监督政策的能力，我们要有提出异议的机会，我们也要要求政治人物要负起责任，我们有问责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公民不服从的手册里头有198种的方法，就是要告诉各位，当你
关心的议题，你关心的家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监督这个政府对政治人物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相信唯有每一个人不只是在投票的时候关心政治，而是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关心我们共同生活的台湾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台湾的民主才会是可长可久的制度。大家说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离开的时候都可以到舞台的右侧，那里有公民不服从的讲座，你可以去登记，将来我们可以到你家的客厅，到你们家附近的榕树下，到你们家附近的庙口，到你们家附近的咖啡馆，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公民不服从的工作坊，探讨我们到底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将来要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好，在我们第一个灭火器带来的晚安台湾之前，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喊一个口号。当我喊八一八，大家举起了牌子喊拆政府，好吗？好，八一八，拆政府。八一八，拆政府。八一八，拆政府。好，把你的牌子举高，八一八。拆政府，八一八，拆政府，八一八，拆政府。接着，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刘正宏拆房子，不是他一个刘县令的作为，而是马吴江纵容的结果。不管是他们当时可以要求缓拆，甚至于在拆了房子之后，吴敦义如果遇到学生抗议，就说可以邀请学生到总统府来喝茶。我们想要请问吴副总统，在过去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的大埔农民来到总统府陈情，怎么没有看见你来邀请农民进去总统府喝茶？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豺狼治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喊豺狼治国，人民拆除，好不好？好，我接着喊豺狼政府，人民拆除。对，豺狼政府，人民拆除，请把你们的手举牌举高，豺狼政府，人民拆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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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需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现在我们就要邀请到灭火器乐团，我们打电话给他们。